We didn't take a broad enough view of our responsibility, and that was a big mistake. And it was my mistake, and I'm sorry. 纽约时报、伦敦观察和英国卫报发表一篇联合调查，揭发剑桥分析公司利用用户数据涉嫌操控全球200多场选举，包括马来西亚。卷入其中的脸书被曝涉嫌违背用户协议，超过5000万用户信息被滥用。创办人扎克伯格在4月11号晚间到12号凌晨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，并公开认错道歉。